我觉得我已经被忽悠了。这是我们在平和已经待了几天了，今天准备出发，注意左后方来车，去深圳找一下我的朋友还有这个表弟他们啊，他们都在深圳那里。我们出发准备走这个沈海高速，因为看到这个条高速沿海的话，注意左后方来车，看一看这个海边的风景啊。这个大概要差不多在下午5点钟才能到啊。现在我们注意左后方来车，准备出发了啊。过收费站后，立即靠右上坡。哈哈哈，我们又来广东了，不过这次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啊，到广州见了。哈哈哈。嘿嘿，到汕头了。即将到达汕头收费站，来汕头打个卡再说。沿当前道路，到汕头了，我们找了一个2.7公里海边上风景很漂亮的地方。哈哈出发前往深圳，惠来服务区，来这里吃个饭，顺便把电充一下。本来想在这里面搞点吃的，但是里面好像都锁门了，正在装修，只有一个店，没什么吃的，我们电也不充了，准备走人去下一个服务区啊。哎呀，又开了70公里，终于到达服务区了。这下肚子饿得呱呱叫了，只要是有吃的就吃了。这是陆丰服务区，兄弟去吃饭了，吃饭去。这里两个摊位，搞了一个猪杂面，搞了一个咸菜肉丝面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面条就是这种面条，看看这个猪杂面，我怎么觉得不像猪杂面呢？这里面啥东西是猪杂呀？这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被忽悠了，因为这个猪杂面里面完全没有猪杂，哪有猪杂，底下也没有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碎肉，还有这个是啥玩意儿，还有个丸子，然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，这里面就没有了。肚子饿了，不管它了，点都点了，先吃了再说。25块钱这一份还要。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个照片上的猪杂面是什么样的啊，这是照片上的猪杂面，这是我的猪杂面。现在来这个惠阳充个电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现在快到这个6、7点的时候，深圳市区它对外地车辆是限行的，每个月只有一次申请限行这个通行的机会，但是因为我们就会在深圳待个可能预计2-3天，就是不想把这次机会直接用在今天，到惠阳这里充个电，然后等一会儿等到7点半再出发，这个时间出发，就到那里就不会被限行了。充电又出发了，现在时间的话到深圳就不用限行了。平山火车站，时隔6年我们又回到深圳了。以前在平山坑子待了1年，现在又来了。到收费站了，这是啥收费站？这是个什么龙啊？布龙啊？布龙哦，看到了，布龙收费站。它被广告过收费站后，后面的光线太强，看不见前面。对呀、这两栋大楼好漂亮。
好，来，我拿那张，那边可以给你一个。